坊间食材五花八门，边一啲有益？点食先有益？ Yeah！ 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，同我哋一班嘉宾坐定定，学下点样食得好味又健康。记住睇啦。我系平时都好中意饮汤嘅人啦，然后我都相信汤水系可以养颜。如果想学识点样煲一味滋补又健康嘅花胶汤嘅话，就记住收睇《讲饮讲食讲健康》啦。车厘茄咧，好似好细粒，里面嘅营养咧系丰富过成嚿番茄噶。嗱，明心得就系咧，乜嘢都食。女仔咧要养生咧，其实系食多啲反而系好啲。越食越后生啊佢。以往成日覺得金筍就係一個配菜，比較悶啲。唔知今日廚師準備個金筍嘅菜式俾我，係咪可以打破我金筍嘅印象咧？食咗素之後都幾好喎，身體各樣嘢。好多朋友佢哋都食素，咁我諗下，我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？咁本身咧，我知道羊肉就比較滋補啊，同埋對女性係比較好，有養顏功效嘅。喺選材方面咧，盡量諗翻啲貼地啲嘅口味啦，譬如係腐乳，用翻啲經濟容易買到嘅食材，譬如係一啲香茅啦，同埋檸檬葉，去襯托翻個羊架本身應該有嘅天然味道。咁我覺得感覺係好清新，同埋都幾有新鮮感。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咧，就係一路食一路傾，又好輕鬆，又可以食到啲好嘅嘢食。咁我覺得非常之好睇。除了食得健康之外，食得開心都很重要。趁住呢一個平台啦，亦都可以即係廣泛推廣健康飲食的重要，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。醫生與你講飲講食講健康，逢星期二晚八點，港台電視31。